OK， 各位，在这个夜黑风高的日子呢，我第一次在东京呢，准备做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，因为我其实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啊。我决定呢，搭乘一下恐怖的这个东京地铁啊。第一步呢，先得买票，我还没票，所以带大家感受一下。这是我要去的路线，是去成田国际机场，然后它有好几种方法，我应该是走的是这条。在这儿买票，完了根本看不懂。这边呢是一个申请 IC 卡专用的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我先试着去问一下。Excuse me, do you speak English? Do you know how can I get an IC card? Go that way. Okay, thank you. Okay, 然后从那边办，这边办不了。这个上面直接买一个叫 Passmo card， 然后点一下。OK， 然后他问你是要充多少钱，然后他会有一个500的 deposit， 然后只告诉你只有4500，然后打印一个收据，然后这个卡就出来了，就这么办的。OK， 然后这张票呢非常有用啊。建议呢，大家一定要拿这张领收书，因为如果你的卡丢了，用它是可以给你补办的，要不然你里边充个10000块钱，该丢的丢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就按照手机上指示呢，乘坐这条线。整个车站呢异常的安静，这个气氛有点小小的压抑，因为每个人都不说话，真是不说话，他们人与人之间不知道怎么那么搞的，挺吓人的。等一下呢，我要乘坐另外一趟线啊，去这个叫做京成线，然后直接去成田机场，成田空港啊，这么叫，大概这个位置。京成本线到成田空港。新神奈川千葉ニュータウン中方面アクセス特急成田空港行きです。京成本線の山手船橋津田沼方面には参りません。ご注意。
建议大家这个坐地铁的时候多穿点，因为这人走了之后，除了你感觉到没有人情味以外，加上天气更加的冷，浑身都是冷，那个冷的程度增加了很多。太安静了，已经。哎，我都可以睡觉了，睡一觉就到了。迷失了，不知道怎么走。上面有 two and three。现在呢，我需要坐车，然后去 terminal one。怎么去啊？OK， 我要去上楼，坐免费的 shuttle bus， 然后去 terminal one。还好机场的保安会说英文，要不然我就尴尬死了。就坐这辆车了啊，各位，很容易啊。刚才停错路了，刚刚是九号，我现在是一个人坐了一个。哥们儿包车了啊，开车。优先级呢，这个是给老人、孕妇，还有抱孩子，还有残疾的。咱还是坐另外一个地儿吧，坐这儿。我有个朋友过来啊，准备给他办一张 SIM 卡，但我当时办的时候太贵了，给他找便宜的找不着，这咋整呢？再看看吧，我买了，花了我4100几，忘了，还必须刷信用卡。哎，我的钱呢？其实我对朋友特别好，朋友过来呢，我就接待他。应该他等一下会从这边出来吧。